Hey, Monica，你点啊？你喺度嘅？好耐冇见啊！系我咁啱啊，真系谂起你噶。嗯，如果我冇记错，你应该仲系单身噶嗬？冇啊，谂住介绍啲朋友俾你识啫嘛。哎呀，你知啦，我属鼠噶，今年咧又有红鸾星，又有咸池星，哎呀，真冇桃花。加上我平时又识得保养，又识得 keep 住啲肌肤啦，哎呀，最近呢啲狂风浪蝶啊，真系多到我 handle 唔到啊，所以咪谂住益下你咯。 你睇你啊，你系属猪个嗬，好运好运，今年系天柱贵人啊，系啊，好有食福噶，不过都唔易食肥咧。仲有啊，我记得咧，你好似唔系好识护肤噶，块面好容易出油同埋生痘痘。嗱，你用呢啲产品啦，清洁毛孔，舒缓下啲痘痘，个样都靓啲噶。你今年咧有白虎同埋紫背啊 ，keep 翻个靓样，起码都冇咁乞人憎啊嘛。 唔好唔开心啦，其实你都算好少少噶啦。属牛咧，今年仲惨啊，冇乜吉星，又有寡叔披头啊，佢一直觉得咧侧边啲嘢喺度变，但系自己就觉得好 lonely 噶，仲有泡味，做嘢又阻滞，而且又容易得罪人。所以我建议属牛嘅朋友喺屋企闭关救下皮肤，淡化斑痕，保持皮肤水分。